这个肉鸡肾我买点回去，大瓜比较喜欢吃。刚刚问了老板，老板说50块钱一斤。啥子东西我喜欢吃哦？你看这个是不是你喜欢吃的嘛？鸡肾。他拿点回去弄去。哪儿太吃了，这哪儿吃了？这个不都不当吃的，你每天就来掏，二天吃的都掏完了你。甜品甜品的。好人选的。黑豆。我们再接一点水，煮那个鹌鹑蛋，等一下再炒那个鸡肾。把蛋轻轻的放下来煮熟。一个鸡只能两个，得要吃好多个鸡肉。再准备点泡生姜泡海椒哈。我们切蛋。我感觉这萝卜离开了，长得好快。他们不要破坏了哈。好的。闻不闻的嘛？日龙包。滚！你只是，你不适合温柔的，你是适合那种我。还有你不得不适合温柔的，你是比较温柔的，你温柔的根本就有点让人接受不了，还是个凶凶的，让我比较放心的点儿。锅里的来点油。买点花椒，放着配的啊。鸡肾、蛋、再加点糖浆水，焖它哈儿。我们再来弄点葱哈。再来点葱哈，西哥。大瓜吃饭喽。今天吃营养大餐。要陪你，只陪我的。